但是，你们飞机不能掉水里呀、浅晴，鱼在天空上面，鱼在水里哟。飞机不是在水里面哟。他说你说什么？飞机不能放到水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老师，你说老师。哎，晴晴，你越来越皮了啊、哦！有。我是第一，我是第一。哎，晴晴，你们几个都很顽皮啊！肯定垫了底，这样。小朋友，哎，说小心，说 sorry。